天地日一清，地地日一零，人地日一零，国地日一零，万物地日一心，好王地日一天下天，天无一清，将强烈；地无一零，将强发；心无一零，将强血。国无一强强，万物无一心，强强灭。好，无一鬼，各无一见鬼，各无一见鬼。其后就清国，化国国，诸无一见为本，为我地所有，会有找到有用，找到有效。但咱两千多千五百才死人嘛，啊因为国王对待伊吼，伊的家伊无啥钱财，所以我较唔得有纪念迄个为本人，所以对伊无好。那么这种人吼，大约咱会使甲分做三段，大约咱会当甲分做三段，我较唔用两款的心吼，甲分做。心是第一章，也算第一段，哦，算第一段。前一本才算第二段，个地数二才算第三段。这三段的含义无同。第一，伊当然对咱拢欢喜，是讲得意。啊，不过你讲得意得意吼，到底咱就得个什么问题？所以伊才有解释。第二呢，第二还是咱本尊的宗旨。哦，咱的本尊宗旨是第二段。第三段是教咱怎么做。你既然知啊，那你要怎么做？啊、所以吼、哦，咱是来研究咱文章的宗旨是啥物？国为以前为本，国以下为基，死后自清苦化不国，处为以前为本的为本。第三步吼、哦，较简单了解，处为以前为本的，伊主要是甲咱强调，前是为的根本的，就是说咱前讲的讲的根本。为何是讲唔是吗？哦，当然是啊，还是讲两句话讲唔是。那伊意思啊，吼，首先咱先来看伊简单文字的意思。国为以前为本，国以下为基。国以下为基，国以前的咱那个了解一句话，咱念啊。国啊，以前拢无咧注意讲吼，咱啥物啊基础。这有基础的是不了解，比咱是Thank you.
Thank you.
最高的时候，这个民主希望的人民是不是应该来关怀他，民主希望他们是拿到外国来的所有的物质，我们就是在国家这个东西跟物质，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这方面是不是在都比你们重要，比你们重要，这个比国家
Thank you.
Thank you.
因为他带着我们